今天在洛阳的第一天起迟了，准备去西宫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。洛阳的西宫美食街据说是很多土著也爱吃的美食街，我们的 brunch 选了这家大名鼎鼎的丹珍汤圆。这家店据说开了20多年了，除了汤圆还卖夹馍，夹馍里的素菜可以单买，超推荐。来一碗打包，外边的服务那个。42一份。买一份这种酒酿桂花汤圆，还买了一个这个素肉菜夹馍，超满。那个里面的那个配菜哦，我都特别喜欢，就是特别大的那种。你看腐竹很大块，那个汤汁都浸透了整个饼，里面真的超有味道。嗯，不太喜欢这种汁水多乳汁多，而且真的一口爆汁。这肉菜夹馍真的好吃，只是馅料太多，吃着吃着会漏出来，会有点狼狈。而且素菜的调味很完美了，可以只点个素菜夹馍尝尝。那汤圆要比平时吃的那种汤圆个头要小，皮很薄哎。但是我觉得汤底很淡，几乎没有桂花味，可能冰镇的会好喝很多。但我们去的时候还没到卖冰镇汤圆的季节。吃完饭呢，来洛邑土城租套汉。洛阳作为13朝古都，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。洛阳博物馆作为国家首批一级博物馆，来洛阳肯定是要来逛的。其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眼前的唐三彩馆。洛阳唐三彩主要发现于隋唐洛阳城的四周，时代多属武则天至玄宗的盛唐时期。这边还有梳了各种发髻的仕女俑。还有藏着镇馆之宝的珍宝馆，千万不能错过。九州池始建于隋，唐宋沿用，是紫薇城内重要的皇家池苑。Soon after， 来吃馆记水席，结果刚刚好休息，找了这家杏花村水席。然后刚才差点被旁边那家假的给骗过去了。哎，说好吃水席，怎么点了个水煮肉片？因为店员说菜分量大，两个人点一道水席尝尝看就够了，所以我们点了一道最经典的牡丹燕菜。稍等一下，这个还没弄好。好，相传武则天来龙门视察河江工程，正是萝卜上市的季节，就在下元村出现了一个长约3尺、重约10斤的大萝卜，当地的人都称它为祥瑞，奉送给了武皇。概括一下，武则天给它取名赛燕窝，但后来改名为牡丹燕菜。家人们，今天没有带凳子出门，因为带太多东西了，就没有带凳子，所以这个角度就是很尴尬。现在尝尝这个牡丹燕菜，里面就是有很多蔬菜、鸡蛋丝、蟹肉、蚌丝，还有这个底下这个那种像粉条一样的，就是切得很细的白萝卜丝。哇，我觉得是我喜欢的口味。其实它第一口挺惊艳的。对，很惊艳。里面的调料也主要是胡椒、味精还有醋。真的是白萝卜丝吗？真的好像燕窝的口感哎。刚刚切得够细的。它是略微有点嚼劲的。它白萝卜丝完全不是那种爽脆的，是略有弹性的那种。对，水煮肉片30几，好大一碗。
最主要是它底下没有电豆芽。这牡丹苋菜是这家水席店里面价格最贵的，普通的别的那个水席大概就是二十几三十几。还是挺惊喜的，对吧？刚才我们真的是翁炭这种东西就感觉是妈妈喜欢吃的，各种蔬菜什么丝啊根啊，主要是它的调味还是蛮特别的。这里还有好多牛肉丝，其实它也挺开胃的。嗯，酸辣嘛，又不是那种油辣油辣。这白萝卜丝我真的，你不跟我说白萝卜丝，我绝对不相信这个是白萝卜丝。这我推荐大家真的来尝一尝。洛阳水席有两个含义，一是全部热菜皆有汤，二则是需要吃完一道再上另一道，像流水一样不断更新。而牡丹苋菜作为洛阳水席的头菜，来洛阳千万别错过。好热闹的十四街，可是吃饱了啥都不想吃。门口的那个小立牌，男女都是这样子古风的造型。内部门道进行粉刷，先涂一层草泥，这边都是一次。第二天我的麦粒肿就爆了，眼睛有点睁不开，休息了两天，出门吃干锅。酸菜五花肉，陈伟霆夹菜，有菇味。有茶树菇和那个千张皮。哦，这是炒凉粉。哦，进口一下就起雾了，太烫了。啊，我这个造型我还没有见过戴眼镜的自己在那个镜头里。这两天比较倒霉，长了那个麦粒肿，这一整片都是那个红色的硬豆。第一次见到双眼皮那么明显的紫色，喜提欧式大双眼皮。先吃一下这个，这是酥肉。哎呀，这个都煮软了，快点去拯救一下它。我要吃这种刚刚泡进去的。但它酥肉皮裹得很厚，我有点吃不到肉了。今天洛阳突然降温了，超级冷，吃这个真的暖和烘烘的。它这个所有的干锅菜都是现烧现煮的，差不多要三样，好像等了十几分钟。这炒凉粉是河南这边的特产，好像是开封这边的小吃，晶莹剔透的，短短短的。它口感就是有一点点像更韧的那种仙草。想象一下，这是咸版的烧仙草，我觉得好吃的。喝的是这个河南这边的特色海蛎，我觉得挺好喝的。你们猜一下这是什么味的？这个是原味的，马克点的，它这个没有我的好喝。比它千张巨多。吃着也不好，一样也不好，收了也好不了，对，看起来，吃着也不好，那你看你烧的那个，怎么？
大肉片。真好吃哎！我们如果去那种我们那边的小吃街，晚上卖粥，我们肯定会成为网红店。你来学吗？我要不得，我是台球酒，我只会吃。录完这个的第二天我们就去爬老君山了，第三天就回家了，有机会还会再来洛阳的，等一个下雪天。好，一二三走。好，脸转过来一点。对，好，蒲扇呢？蒲扇又不用，没有，看一下